26年前，我很有幸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到金色。20多年来，学习的非常多，跟我们其他的企业呢，可以互相交流，把这个大爱的精神带动到这个印尼各角落。回想到了1998年到现在这20多个年头了，真正的很实在。印尼四大事业这么快速呢，都是很真实。我时常都赞叹，从事呢稳步了，一步一步都很稳哦，那向前踏步了，这是打从内心哦，都一直觉得很佩服。很感恩，这就是好姻缘，好姻缘呐、啊！所以能这么的快速，也是印尼的福。好、哦，更时常不会忘掉那一年呐、啊。黄老七十陪了龙年哈、哦，来到青社。那样的诚恳，他很平易近人，很朴素，没有说他是在印尼有多么成功的大事业，总是呢很诚很诚意，永远呢都脑海中的浮着那一幕呢，我们很简陋的旧的会客室很简陋，很狭窄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哦，看到了虹吸河那个时代，虹吸河不要忘掉虹吸河，所以人呢，现在谈起那个时候，真的是那一条河很脏，周围啦都是很破啦。但是呢，就是有那样的过程，现在呢，比起来了，可见了，你们为这个时代印尼的社会，那真正的是安邦定国。你们的付出，企业家和和互协了，让这个社会稳定。过去的做得那么成功。踏得那么稳，方向那么的准，就是要持续的下去，那就可以了。印尼呢，的确呢是不可限量的希望，但是要记得以善起家，不要忘掉了那一个善良的。是，不要想要称霸在世界，大家呢要称善于世界。这种以善起家，也是以善定国，这就是最美、最好的世界啦。相信呢，国委一定要做得。到吼，期待印尼要把握现在这样的和和互协四大事业，慈善呢是社会的希望。看到了慈善工作可以呢为苦难人呐、啊，让他们。住得安定，让他们安居，医疗也做得很好啦。当然啦，这医疗不是一时都可以呢完备哈，但是呢，方向既对了，总是要不断哈。那我们的医疗不是为赚钱，不是为盈利。
是为了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真正的不要忘掉了，还是守护爱。所以慈善生命守护好，那教育，教育呢，才是真正的人间永恒的希望。而且有教育了，一定呢要人文。没有人文的教育吼，也会乱世。所以呢，教育要守护自然人文，因为人文呢那样的仁义礼智，好，所以这四行吼要好好的把握好吼，哎，守护好啦，既是对的事。大家一定要把握好，不要脱线，分毫都不要偏差，差之毫厘，就会差一千里。你我有心，看到今天呢，都没有差，没有毫厘之差了，这叫做一心，这叫做人人一心呐，人人合心。这种一心呢，意思就是一心一志。这个志愿呐，没有偏，所以大家呢，同一志愿心，才能力量这么大，做得这么好啊！因为印尼就是有这样的。和和互协，尤其是我看到的都是呢在当地啦，举足有轻重，你们在当地的社会真正的举足有轻重啦，所以你们每一脚步，每一个脚步都是呢对当地很有帮助，所以做到这样啊，应该大家人呢要自我尊重，我对自己也要自我尊重，因为呢，我也感觉到说我的举步动足也是对社会呢有影响，所以我要对自己呢要求的哈更准确，心要更正，那。愿力呢，要更拉紧啊，和谐。这就是师父对家己啦的要求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把这样的标准呢要求各位。人人呐、啊，都是呢能有师父的标准。印尼呢，要富有爱心。要富有人道，要富有愿力，这样子呢，为社会人群去付出，相信印尼一定呢会做好了实际国际的典范，期待呢一代传一代，现在开始呢要培养第二代。第二代呢，让他们呢、啊，可以真的身体力行，四大事业的、啊、齐全，八个法印呢都踏得很稳哈、哦，也很期待各位，我们在花莲这个精神，你们呢也要。永远把它牵住连住哈、哦，啊，这叫做精神法脉。虽然起自于花莲，跟师父的精神从这样的牵，哈、哦，看灯景了、啊，牵的长情，这样的牵过来，这份长情
对佛法来说叫做结友情，这个长情大爱啦，一定要连处，要长情，那就是行菩萨道啦。大爱呢，就是保护了感情的永恒，这就是价值，慧命的价值啦。感恩各位菩萨，希望大家人吼，那这种爱的能量呢，普遍铺啦，铺在人间哈，让我们呢好好的、永恒的为人间呐、啊，为佛教，佛教人间，这是殊福心愿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